家好，我叫 FELICIA， 我22岁，我住在阿米努丁巴基宿舍，我家有四口人，他们是我爸爸妈妈和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 FELICIA， 我早上六点起床，我早上七点吃早餐，我早上八点上课，下午一点吃午餐，下午五点下课，晚上七点十五分吃晚餐，午夜十二点睡觉。谢谢。